今年受到疫情还有气候无正常的影响，东东农产品东顿时卖唔出去。不到天数冬天的农民同下去，苗栗公馆乡界强烟团吹强力卡，今年都结合公馆的农产，丰作、补暖都先发得到，还结合菜体树破八面的好熟泥，乡下快发出数字公馆下辈强的特色点心。今年从初出搭配四季的点心盒。希望透过前调后，在天数菜体的产业有新的发展。今后来看记者吴日军前千回的采访报道。行业点心的四种条，可能过去是一条一条的凤竹树。都会秋冬的季节，凤竹路冬天的树叶，早期剪树怕寒过艰难的，味道就会蒙得呢。过天然的树生会寒较好，认真经营的凤竹山中无风言的暗号。真的冻死小冻到五月份以前吼，就缺水，结果没想到六月以后啊，下主条落雨，好过两只台风，结果又变天多的，好过还有一只台风，个人经验当严重。本来应该大丰收的，这个没想到后尾，那今年那不卡，三千人就无法出闸。唔单止今年嘅丰收成长，系感受几多？公馆乡另外一个重要嘅作物，因为未受到今年气候唔正常嘅影响。我水果后，我就移油来咩？啊，移油来，又会制造嘅偏虫害，啊个移油咪放弃，啊唔咪做移油，诶，我食啲啊，哈，啊就。山梁咁超过一百米一度。一单位喺苗栗公馆嘅生地上，采天一定有名嘅，就系丰作韩国乌诶。不过今年受到咧气候唔正常、韩国疫情嘅关系，采天嘅生意未受到动态影响。采天左右后生嘅团村呢，同一条食材里面都会嘅，特别咧内地嘅创意嘅甜点，希望乡下来带动采天嘅生意。因为气候的变迁，这个产量变化之外，加上今年疫情。所以说整个的大家的销售状况又在潮湿，就是对早农来讲又造成了一大的负担，就他们觉得说哎，疫情这样子观光客进不来，那他们的东西怎么出得去？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些格外品不要被浪费掉，我们希望用这些格外品可以去创造更大的就是农产的价值。在苗栗公馆乡生理上经营东东人的强烟团吹强力下，大埔第三间胡同的经营，拜访移动农民过后，决定开发送给冬天有特色的茶店下注茶客。市场这边有很多人是种芋头的，然后除了红枣跟芋头之外，其实像紫苏啊、洛神啊，然后还有，其实还有一些小部分的那个就是农产啊，对，一些很多一年四季其实都有。对，所以我们希望说，就是在这四季里面用到的这些农产都可以被很好的运用。但是料有点像五香粉那一种，很多种，很多种，嗯，所以直接抹上去，直接抹上去。为做出菜甜美食的茶店，除了靠你讲演农产品，也着每拜访沙琪妈妈同其他着合作，被见到客家的很重要讲演甜点独红，可能会展现出客家的特色。饮食就是很重要的生活文化，那就是可以，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产品带出这些慈祥生活文化的元素，那让大家可以透过吃这个产品，就可以认识到我们这边的文化，因为他们才是真的会有这些记忆的人，那我们只是作为一个传承者，还有一个推广者的角色。伊是两个后生啊，吼，都连到咩？叫做伊要发展嘛，就母爱讲含猪肉又是高样的，叫融入到伊个变行啊吼。我就讲建议讲做的，我就做本地去研发，帮助伊个后生。团队成员董永新同冯作军同红机子一点一点的检出来，同冯作军搞作肉，鼓励同富贵用到富贵同红镇。韩国准备同含猪肉切做一些的一些的。各种材料准备好过后，乡下同沙琪妈妈合作甜点嘅技巧，韩国乡下研发。会卷进来，推出去。嗯。卷进来，推出去。反正你就是要换个方向，你不能同一个方向一直揉，懂我意思吗？
就是可能吃了上面，我们就可能建议他，哎，你的酥皮要怎么样，你的油皮怎么样这一类的，对，或是带一些自己的经验给他们。员工一边一边给讨论韩国餐饮，今日街头会推出两种点心，包括用芙蓉皮蛋韩中药，用盐粉的方式做出来好吃的茶点。韩国用凤爪肉、咖喱、红豆沙、韩宝衣、煎同的 UVP 同软糊做出来好吃的点心，每阵演出就会给提色。那芋泥为什么大家喜欢猪肉呢？因为芋头本来就有可以做咸的，然后跟通常都跟绞肉搭配。那我们这边妈妈就会做咸猪肉，那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它可以是搭在一起的。那像那个红枣为什么要搭蛋黄？这也算是一个乌沙枣泥蛋黄酥，也算是一个很常见的搭配。秋天刚好产柚子，那我们就把它包到那个蛋黄的中间，这样搭在一起会增加很多的层次。研发出来的茶点，每同冬天的农产品做个新的诠释，每本冬天的农民吃到冬轻松。就做的透过加工的方式，就变创造另外一种价值。就做变成说，某浪费哈，又做在做出后生的产品，好啊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人家种乌诶，不卡一家人家身体乌诶，啊用了后生意起，系我转来做一点好嘅生意。吼，也喺讲负责个来开发，哦，也种个一点心类嘅东西，一天全力的支持，无条件绝对唔是讲。像我们今年是出了十点秋季的这个就是这个套装，然后之后会有就是春夏秋冬，因为会有四季不同的产品出现，因为因应着我们这边市场四季都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就是食材，还有一些物产，然后让这些物产有更多的发挥这样子。做在东涌市做出来的茶店韩国景点，包装每个用手臂上秋天的色韩国不算被做设计，每地用秋树滚佛存下来的布局，用以黑眉杜风尊重包装垂钓，对产品都包装完整的表现出手臂上冬天神发的冲击，每位小弟者感受到家条对土地友善韩国发展充实盛宴的用心。